can't focus on what needs to get done. I'm on notice, hoping that you don't run. 一起啦！我已经在号上了。你搜我名字，你知道我名字叫什么吗？姐爱。你要打中路是吧？嗯。那我给你辅助吧。打中路。可以。二十分钟过去了，俩人还没匹配上。你说他们打得好的人就手快呀、啊、还是脑子转得比较快呀、啊、还是什么手快意识好知道谁什么时候该去干嘛、对面什么时候会过来你打游戏会指挥别人吗看跟打的对象是谁你要是说跟很会玩的人你就也不用你说我不知道匹配到的都是什么人你觉得打游戏难还是打麻将难我觉得唱歌难一样的英雄打不过对面就会非常尴尬哦 2 hours later 哎呀我的天哪我打得有点生气你为什么要出这个你兵都没出到好像呢车呀这个人没血了在这晃什么晃啊这个是辅助宝石怎么会回蓝呢啊你们不对呀 mask 吧唉要是一局没打完有事下线了会被骂吗会被举报啊、哦、真的吗不是这一个都不会玩就是你太惨了真的没办法呀我辅助的话你要我摇软辅带飞是不可能的呀花了二十分钟匹配五分钟打完了看对面有什么英雄对面出什么装然后你有的时候就是要灵活变通啊比如说对面有个蔡文姬有程咬金有白起他们这种很吸血的或者说是狂铁这种英雄就要出制裁或者出梦魇你真的很紧张的哎呀我真的紧张这有什么好紧张的你就正常打呗做个射手射出20%就是我看看我看看及格了啊及格的哪只比较可爱我看看这是羊驼这好可爱我去外面看看这个没有眼睛你开点箱子我来买是吗这软软的给你吗我挑了一个不露眼睛的，因为我觉得那些露眼睛的眼睛长得太近了。把那时候放着它，我从没来，我的朋友，然后把这只送出去。我怎么可能送出去啊？那现在就死我一死了。没事我的美声真的很丢人的、哦、快快快不叫美声外面能听到吗我的天哪完了完了